市水果摊过去天价闻名，仗着观光客不知行情，价格居高不下，因此搞臭名声。如今因为疫情影响，客源没了，同个地点变成这样。脆皮鸡蛋糕现烤现卖，国民小吃承接天价水果摊原摊位，即使卖的东西八竿子打不着，但老板还是怕被波及。他卖单价过高，所以怕说人家来这边都会觉得我们在欺骗消费者。假日下午4点多，直击士林夜市，小贩推着摊车正要开始做生意，服饰店、小吃摊依旧在，但看不到天价的现切水果。循着原址找，原本的18家水果摊已经销声匿迹。就老鼠屎不要再回来了，让我们好好的在这边，我们大家很用心的在这边经营。那一次之后，的确有一阵子都没有来过，然后上一次来这边已经1年前了。部分摊商乱开价，害惨夜市形象，就连一级战区文林路也出现骨牌式退租潮，短短100公尺就有3家店面贴出招租公告。士林夜市在全盛时期的话，一天就有10万个游客，那目前的话，一天的来客数才是将近1万，只剩不到1成。店家数也倒了至少80家以上。夜市生意惨兮兮，想拼复苏，商圈协会严格把关，就怕不孝商家再次卷土重来。三立新闻吕韵哲、雅婷台北报道。